欧洲持续四年的战火终于平息了。那部由重炮、机枪和铁丝网谱出的死亡乐章，终于画上了休止符。1918年11月11日早，在法国贡比涅森林的一节车厢里，参战代表们签订了停战协议。为人类文明带来深重灾难的第一次世界大战，以英法美为代表的协约国胜利而结束。妈妈，爸爸就要回来了吗？爸爸回不来了。为什么？爸爸不是说打完仗就回家吗？爸爸已经回家了，我们也回家。一战结束的消息传入中国，也成为当时国内的热点话题。毕竟中国也派遣了十几万劳工赴欧，理论上也算是战胜国。卖报卖报，欧陆大战结束，美英法最终告捷。欧陆大战结束，美英法最终告捷。你老远来这一趟也不容易啊。哎，对了，景宇回到湖南后一切都还顺利吧？啊，我和他啊一直在保持书信往来。他正和我妹妹组织湖南女子勤工俭学，要让女生也有出国留学的机会。啊，对了，润之，说到留学，咱们赴法同学们需要的费用有着落了吗？放心吧，咱们杨先生已经同张世昭先生谈过这件事了，张先生很乐意帮助我们的。润之，出大事了！欧洲战事结束了，德国人投降了。啊，什么？哇，战争结束了，爆炸式新闻啊！哎，这么说，我们可以正式以战胜国的身份同日本谈谈山东的事情了。对呀，前些年他们仗着我们当时还没有参战，跟咱们定什么21条，现在咱们也是战胜国了，看他们还有什么好说的。我们也有道理，没错，对，说的对，没错。我总觉得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一个好消息啊。毕竟战争结束了，欧洲的老百姓也不用再流血了。这位就是润之小弟。啊，你是？好，我叫许德恒，也是来图书室找守长先生请教学问的。先生让我喊你们几个去他办公室，要给你们看他的新文章。怎么样，说说想法。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，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。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厂，有工大家做，有饭大家吃。先生，前几天我在《新青年》上读到了您的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》，您这次的文章与前者道理相通，却似乎浅显了许多。你算是说对了，就是要浅显。学校在近期要举办关于欧洲大战结束的演讲比赛，这是我的讲稿。如今很多同学，他们还不懂得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，也不了解苏俄的革命。国内不少报纸还发文对这套理论加以曲解和污蔑，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让大家明白，自己是这个国家自食其力的庶民，是堂堂正正的真正会走向胜利的人。可是先生，虽说现在庶民们无需再卷入不属于他们的战争，但他们真的胜利了吗？哦，说说你的想法。当今的世界秩序依旧被欧美的列强们把持，他们的殖民地依旧遍布全球，我们的台湾、山东等地依旧被日本人控制着，还有那些吃不起饭、上不起学、一直在受欺辱的老百姓们，这些庶民，他们真的取得胜利了吗？润之啊，你且记住，任何一件伟大的事情都不是一蹴而就的，都要有开始，有过程。
让所有的庶民走向胜利，首先要做的是让他们知道他们都是胜利者，并非天生危贱。大战孕育出的俄国革命，让我们有理由相信，这便是胜利的开始。先生，你知道我曾在起义新军当过兵，见过那些因为家穷而不得不去战场卖命的年轻人。我哦，原来润之也参加过反清的革命。是，但是只当了半年兵，没打过仗。哎呀，你看我都忘了介绍了。润之啊，这位是楚生，年长你几岁，辛亥年间也在革命军中任过职。看来日后我们的共同语言也会有很多嘛。嗯。说了多少遍，真不是我骗你们，那法兰西爆发了革命，倒戈才帮了英国人。法国大革命书上都写着呢。那山野，您再给我们讲讲最近报上正火的鲁迅呗。听说他叫周蜀人，怎么就姓鲁了呢？一看你就没好好读书。这鲁迅是鲁迅，周树人是周树人，咱俩能有什么关系？哎，再说这哎，鲁迅这文章哎，全是大白话，不懂何谓风雅，不知怎么就上报纸。反正我也是实名反对。这人真的是没脸没皮又不长记性，还敢在这指点江山。不过能把编的说成是真的，倒也是某些文人在社交场上的绝学。杨先生之前说过，坐而论道容易，探寻出路艰难。大概他们只是热衷于这些最容易的事罢了。也不尽然，当新鲜的事情出现的时候，人们往往会以自己的看法去解读这个世界，去讨论他们眼里的历史，这也是他们最真实的样子。润华，现在筹备留学资金的事情已经有了眉目，你回保定的留法班也好给同学们交代了。就是不知道张先生能支援的钱有多少了。后来他们才知道，张世钊为这批留法同学筹备的款项足有20000块大洋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毛泽东每个月还都会留下些稿费向张世钊分期还款。兵，兵，兵究竟是件什么东西？它的性质怎样？它的用处怎样？它在现在世界上的位置怎样？兵，是野蛮时代的遗迹，兵是现在社会上一切罪恶的根源，兵是文明进化的大障碍物。哇，对。傅同学的演说，我存有些观点。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，我在军中，敢问，若天下的兵都那样不堪，当初谁来推翻清王朝呢？没错，没有强大的军队，我们怎么赶走当下横行于中国的列强呢？托尔斯泰说过，现在的大战不是用铁、用枪、用弹的战争，是个永远不息的精神战争。比起无休止的战争，我更希望永久的和平，这样所有遭受战争苦痛的人就都能回到家乡过幸福的生活。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但创造幸福生活的必要条件就是社会的稳定。而在战乱年代，能够让社会稳定的就是兵这种野蛮却有威慑力的强大力量。战争固然是一种手段，但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，而且还会打破安稳的生活，让社会变得民不聊生。这才是我要表达的态度。我不否认武力的强大，但精神却是无形的盾牌，精神才是支撑人类前进和发展的原动力。说的对，就是这样。不好意思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一步。霞儿，我总觉得思年今天的演讲有些过分的理想主义了。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把那些骑在老百姓头上的列强和军阀赶走，难道还指望他们自己下台吗？俄国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这座古观象台上
还有几台庚子年被德国抢走的仪器，到今天还没有回来。但是，如果真的有一天，再也没有战乱，再也没有人受苦，那该多好啊！要真有那一天，我就回湖南，去当个教书先生，让村里的孩子们都能在家门口上学。哎，那你呢？我啊，我当然跟你一起啊。和我一起教书吗？我哪会教书啊，我可以做学生，和孩子们一起学知识。那你可就成了孩子王了。孩子王多好啊，和孩子们在一起，总觉得自己也会很年轻。你呀，再遇出使，为国争光。再遇出使，为国争光。为国争光，为国争光。一定要给党加油！下去！一定要为国争光！一定要为国争光！少川，看你好像在为难什么，说说看。总长，我还是觉得这次会谈不会那样乐观。别多想，尽力而为也就是了。起航！1918年12月4日，顾维钧随北洋时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带领的中国谈判使团，登上了前往巴黎和会的轮船。等待他们的会是怎样的结局呢？下面请欣赏话剧《顾维钧巴黎和谈勇夺山东记》，表演者邓中夏、罗嘉伦、许德恒。哎，咱们使团去了一个月了，也不知道结果如何。自然是拿下了，我想他们一定等着回国给咱们一个大惊喜呢。没错，咱们中国人这次赢得合情合理，那些洋人从此得忌惮咱们几分。哎，好了，别说了，快看戏，精彩着呢。哦，不，你要永远记住，牧野男爵，山东对于中国就如同耶路撒冷对于西方，是圣哲的故乡。顾桑真的忘记了你们同我们所立的契约吗？莫非要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背弃自己的国家信誉吗？契约信誉，好一个契约和信誉，这将是我在这样一个庄重的场合中听到的最荒谬的笑话。牧野男爵，你们的国家抢占了我们的国土，背着我们的人民立下了这蛮横的条款，请问你们的信誉在哪里？我们，你们，精彩，精彩！顾先生的陈词，着实让我们所有人为之触动。我们没有理由让山东脱离中国的怀抱，国际社会有义务阻止横行于其他国家的不当权利。说得对！说得对！山东，永远属于中国。看不出这几位还会演话剧啊。是啊，以前我只知道他们文章写得好，没想到这么多才多艺。希望一切真如戏中一般顺利吧。就到这儿吧，不早了，快回去睡吧。不许走，在这等我一下。啊！这丫头又在搞什么名堂呢？来了来了，拿，这个给你。这是？都12月了，你还只穿着一件长衫，冻坏了怎么办？这棉马甲你拿着。嗨，我又不冷。还不冷？那天从图书室出来，见你冻得发抖呢。其实爸爸早就告诉我了，你一个月工资只有8块大洋，搬出去住以后
还有那么多同学要照顾。我……好了，不要说了，给你你就拿着。你是要干大事的人，身体可不能垮掉。霞儿，我走了，你也快回去，回头见。回头见。哎呀，润之来了。先生，巴黎那边最近有消息吗？说来奇怪啊，最近不管是报纸还是风闻，这方面的消息都少得可怜，也不知是没有什么进展，还是有了进展却不透露。现在学校里的观点也乱得很，有的说英法是人类文明的标杆，他们会有公断；有的说再不济美国的威尔逊总统会帮我们说话。好，那你自己的看法呢？我是不认同他们的。从清室同英国人签订南京条约以来，那些西方人何时站在我们这边过？哎，你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我们的使团去了那么久还丝毫没有消息，也确实是反常，但也迟迟没有坏消息，至少说明我们是有备而去的。先保持观望吧，毕竟迷雾总有被驱散的那一刻。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中国使团到达巴黎后一直遭受着冷落，原本为中国预留的代表席位数也是一砍再砍，直到1919年1月28日，中方代表团才得以正式在会上展开对本国利益的探讨。而日本早已居心叵测，等候多时了。来，您的晨报拿好嘞。谢谢。怎么样，今天的晨报上有关于和谈的消息吗？有，但依旧没有和咱们国家有关的。巴黎那边到底是怎么了？听二位是想看有关中国在会上的消息？对啊，老板，所以现在有吗？有倒是有，不过都是这种便宜的小报，消息一般不靠谱，大伙儿买去看也就是图个乐，想要的话也成。也买一份吧。哎，好嘞。哦，怎么了？你来看这个。这但愿千万别叫这小报给说中了呀。